这个11岁的女孩，她呢主要是因为呕血拉黑便住院的。她前前后后住院了有个7、8次，因为她这个病啊比较罕见，叫门静脉海绵样变。目前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治疗办法，之前住院只能靠输血啊、止血啊来维持，但是说没有根本解决她这个病的问题。她来了的时候脸色苍白、心率快，因为她主要是一个急性失血的表现，生命状态啊不太平稳。这个门静脉海绵样变呢，有报道可能是说小儿在母体内啊，脐静脉感染啊，导致门静脉这个血管啊，它形成了那种筛孔一样的形状，会导致门静脉这个血管的血流汇入到肝脏的时候不通畅。治疗这个病呢，主要是通过取了一段那个自体的那个血管，左颈内静脉，通过一个嫁接的方式，让这个血流绕过了病变的部位，让它跨过那个门静脉海绵样变，从肠系膜上静脉那个血流啊，就是说直接进入到肝脏来治这个疾病。如果说出现了急性失血的表现，比如说小孩突然有意识淡漠啊，口唇脸色苍白啊，各位家长的话就要注意小孩是不是有一个急性失血的状态。如果有出现这些问题的话，要及时去急诊科就诊。